早起一杯奶茶，一天开心。香芋味的，好不好喝？好好。香芋味是不是特别浓？这个是一个手机壳，还有 iPad 和耳机壳，各种。这边有好多耳机的那个。好可爱，它本来就在那儿吗？哎，来，这是我年少时最爱来的一家店，这里承载了我很多的回忆，当然它的味道也是很多的回忆。哇，是不是？这个好好吃啊！两个无奈的人，今天我们两个都是在化妆室化的妆哦。嗯哼，虽然我的看不太见 ，but 我的妆今天非常的精致，不一样的加沟，就大眼睛加沟。是往这边走吗？这是什么发际线粉？对。哦，牛不牛？我今天用的是这个。哦，所以你就被种草了是吗？对。没想到，没想到，在这里。是西瓜。哇。这个真的是女生没有办法。正好街上没有人给我贡献。哦，女明星，女明星。在这条街上我最宝贝。哎，好巧，佳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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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说错，我说哎，佳哥在这儿，刚刚打个招呼。小红书。